大家好，我是好，这次来玩杰克望穿渡人。我一直很喜欢玩这套皮肤，应该是因为它的造型真的蛮经典的，有点像是死神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呢，你要说这种时尚感也是有的，有一种真的是好像遇到就不能活下来的感觉，或者是遇到呢，没多久就活不下来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造型真的很帅很酷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医生啊，空刀无人。好，我们介绍一下敌方的阵容：勘探员、拉队员、技师、律师、记者、勘探员、医生、囚徒、两勘探员、亚我板。好，压得很好。他甚至很轻松，这是让我就不能接受的。他甚至很轻松。好，但一旦擦眼睛之后呢，一切就不一样了，真的就不一样喽。好，无人打到了。OK， 以为被你压是不是？只能被压一次，不能被压两次。如果被压三次的话，就是我的问题了。好，两下了，他很有可能会治愈，所以我们要稍微跟紧一点。但是也没办法跟很紧，我的隐身还没解锁。好，无人又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丢无人是可以的吗？不行，太远，他一定闪得掉。哦，他现在想要干嘛？治愈吗？还用飞轮？想要预判我的预判，好，我预判了他的预判，所以这算是双预判。好，抓到了医生，看探员也倒了，上椅子放在附近也不错，可以顺便守一下。好，我们的搭档蜘蛛呢，非常的好像是光之守护的皮肤吧，没有记错的话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守一下看探员，蜘蛛应该回访吧，我想。好，这谁？律师，没回到。好，他用了飞轮，救掉了。那一人追一个咯，我继续针对律师咯。好，还想猜思？完了。还来，勘探员。好，但这律师似乎也没有跑远了。再看你的地图也没有用。我会抓到你的，真的，我会抓到你的。来咯，跳下去了。好，有轮廓，有轮廓，一直有轮廓，所以不用担心找哦。这看到你又在搅局，很烦欸。先给你来一下，最烦的是还没回到，再补一下。好，你成功吸引我的注意力了，你赢了。完了，律师走远了吗？应该没有。好，应该在这里而已。我看一下这是谁，技师。律师有可能会去打电话，然后呢，把自己摸回来。看到律师，果然，你看，还好没有跟丢，要不就真的亏死了。好，他应该是想要回血，但没有回血，来不及回血。好，我来咯，我来咯。右门。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走得好好的吗？怎么这又送上门来了？好。OK， 刚刚这浪费太多时间了，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。偶尔被有人在开枪，然后用了兴奋，蜘蛛用了兴奋用得好。好，这边是谁？谁在破译？不会机上两台了，我必须要赶快买一下回复剂。OK， 看一下看一下，我就是要先看一下哦。这是囚徒，好，先裁掉。来了，这谁？拉拉队员，嗨，这很难中。好，没回到。香水，有枪啊！好，现在先来给他一刀，记者，然后再去继续追。他跑不掉，他应该跑不掉。好，现在看一下人在哪里，在这里。好，这拉拉队员是怎样？
竟然没中，怒。好，破镜像做一台有点危险，这个时机要赶快抓准啊，不然真的是我觉得不大妙，我觉得这局会输。好，赶快让律师飞或是勘探员飞，谁飞都可以，就是要有人飞。又是两个人过来救，很烦，真的很烦。又是加油，一定非得加油不可吗？一定非得加油不可吗？还要再加油吗？考虑一下哦。好，这是囚徒。哎，这边的进度是还好，还好。那最后来破译机看一下核心，要破译掉的应该是我那一台了吧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可能？很难讲，毕竟是囚徒在调控的。好，强力剂买一下，差一点就能再买一个了，可惜。好，这边有人在破译，继续破译。哎，直接走掉哎。好，应该最后一台就是那一台。你看，现在又有红色的感应了，他要跑掉了。好，再继续回访，这是谁？囚徒又回来了吗？是，他又回来了，又跑掉。遇到我就跑，每个人都带球跑，是不是？来一下咯，又跑掉。我就看了多少球可以跑。来哦，我们这次的职责呢，就是要尽可能的守住那台机子，是不是？好，要翻过去，又在破译，又在破译。先猜，他猜眼睛，利用猜眼睛的时间差，看能不能先让囚徒倒。可以。欸，居然没倒。好，到了。等我一下哦，不要破译的太快哦。这时候进度大概是80%-90%有了吧？误认过去。好，看一下。欸，差不多90几耶。好啦，失常给你用了啦，就为了手机子，我用了失常，好久没用失常了。好 ，OK， 来买东西了。加速剂、助燃剂，哎，不，愤怒剂。好，这张速冻品，我很需要这个速冻品。速冻品可以拿来用什么呢？嗯，居然不是拿来守人的。好 ，OK， 等一下，囚徒可以顺便守机子和守人哦，还来，速冻品是拿来守机子的，好，又跑掉了，哪来那么多球啊？欸，我没丢好吗？哎呦，有丢好，他有缺手滑了一下，好，还要破译，你还要破译。好，误认没有 CD 玩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继续。好，反正这机子就要守住队了，剩下交给蜘蛛，蜘蛛努力抓人，慢慢消耗掉他们的人数，然后我这边守机子，完美，是不是？他们觉得说，欸，奇怪，怎么一直在破译守这台机子，也不是办法，应该要开发另外一台机子。因为一直开发这台就会被我守住，然后就会一直飞，是不是？好，他们现在应该在开发那一台了，我觉得啦。好，医生被救又倒了。这一台是谁在破译嘞？是，没看到。哦，看到了，是囚徒吗？好，又飞掉一个了。看吧，时间拖越久，你们就飞掉越多人，到时候就一定是稳输的。哦，躺得好。记者应该哦，有护走欸。哦，这谁跑这么快？肯定是要针对你一下的啊。哦，可恶，插到刀了。好，
也许破译掉了吧。最后的最后了，也许破译掉了。好，你加速，我也加速。哎，我都误认差一点点，可以了。好，破译掉，再补一刀。有点气，没补到。三、二、一、零，可以。好，再飞一个我们就赢了，所以基本上应该很容易赢吧。好，拉队第一次，我来看一下哦。这倒地的是囚徒，好，也被抓了。现在剩下最后两个记者跟祭司，地窖开了，所以他们有可能从地窖走，那就走吧，是不是？快点走吧，走了我们就赢了。好，囚徒飞也会赢啊。OK， 记者先走了，记者也走了。OK， 这局赢了，总算是拖到了。